车站好难拿下，今天只好来团进找找自信。上次说随机读一条热门评论，你们还记得吗？今天的任务就来自于此，挑战用不带配件的枪拿下战术团进 MVP。 我本来以为不带配件的枪很难搞呢，您猜怎么着？居然只有一把，而且它还是 P90，这种感觉谁懂啊？这集肯定爽死了，太惊险了，兄弟们，一下窜出来好几个人，给我 P90 都整不会了。小小的失误，我没设防罢了。瞧瞧 P90 什么档次，我的枪法什么档次， MVP 算什么，我甚至可以二十杀。今天的敌人很喜欢吐脸呀，二十杀不开玩笑，达不到我就表演节目。敌人很勇， P90 也很凶，二十杀是不是有点少啊？二十杀这不轻轻松松吗？得亏是把 P90 呀，挑战成功。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记得点赞关注三连支持一下哟。我是三生，下期再见喽。